你好。这身材保持的啊，你看站得比我挺拔多了，你看啊。来来，您先介绍一下自己。我今年67岁，67岁，我叫王洪山，北京人。您年轻的时候干嘛的？我从事于建筑行业，我是测绘工。这个从建筑到瑜伽啊，从那个场合到这个场合，让人匪夷所思哎。可以这么说。可以这么说。别人见到我练的瑜伽，就说你柔韧度这么好，以前是不是练过舞蹈？搞过体操？我说什么都没有。我刚一开始属于是和一个朋友，他接受了一段时间瑜伽，然后他给我展示了几个体式，让我做了做。我一做呢，他说你做的很到位，很到位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才接触到瑜伽。我听说您是在顺义公园练是吧？哎呀，那接触大自然呐，首先是有围观的人吗？有啊。大妈多还是大爷多？都不少。都不少。啊，我们看得出大爷的气质非常的温婉啊。这个您柔韧度应该也还不错。还可以吧。还可以。通过瑜伽的练习越来越提升得很快。你就别说全国67岁这个大妈练得少，大爷的那绝无仅有吧。哎，您为什么要做这个跟大家都不一样的事儿？一般来说像您这大爷，一般人下下象棋啊，遛遛狗啊，是不是养养鸟啊？我比较喜欢运动，从年轻时候吧，什么跳绳、踢毽、跑步、单杠、双杠，我都玩。您考了证吗？还考了。我是在57岁拿的瑜伽高级教练证，2015年的时候63岁考取了瑜伽理疗瑜伽理疗导师证。对对。您给我们展示一下呗。哎，好的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哎，来掌声。好的，好的。刚才我旁边有一个大姐，哎呀，太厉害了！天哪！